好，大家好。那指数的操作哈，我一再强调，为什么要有专业的工具？为什么要拥有 AI 程式？因为你要的是什么？你要的是什么？你要的是一个明确的方向，同时能够预判趋势的转折。明确方向，预判趋势，这是你要的东西嘛？啊，那这一波很简单，12月4号当时长黑大跌，当时跌了快200点哦，当时跌了快200点，当时台股从11651，对不对？11651跌到多少？跌到12月4号1450附近嘛，这跌了200点呢。当时跌了200点，在12月4号，全国所有操作指数的。不论是老师，不论是工具，有哪一个敢跟你斩钉截铁翻多？当时跌200点哦，来，亲眼见证 AI 程式，来，明确的方向啊。12月10号，AI 程式跟你讲什么？11452，来，全国同志，当天一早11:19，台指11452翻多，哎，当时跌哦。11:19，11452翻多，来，兄弟，12月4号翻多，来，自己亲眼看一下啊！所有 AI 程式的用户，当时台指跌到多少？11439，为什么跟你讲翻多？是不是跌到439，跟你讲450附近开始翻多？是不是翻多？来，导播，是不是12月4号？是不是就这么简单？那一翻多上来，获利多少？自己看一下。AI 程式都会自动计算的。第一波翻多上来，你自己看一下获利多少，是不是200点？从这里一多，从12月4号11450附近开始翻多，一多上来，获利全国投资人200多点了，是不是很清楚？12月4号翻多，一多上来。第一趟是不是200点？开始高档震荡哦，震荡这里也回跌了快100点哦。好，再来，到了12月11号，是不是一早9:076:11翻多来震荡？到了12月11号，全国投资人，12月11号你自己告诉我，是不是在翻多？是不是翻多？啊，回到6:11附近，是不是在翻多？是不是很清楚？到今天一多上来啊，前两天稍微震荡再多，今天一早还是多，对不对？那 AI 程式一多上来，所以光从12月11号的多，12月11号116，对不对？61附近翻多，到今天获利多少？全国投资人，导播拉近一点。好，这里我们这里啊，不要动啊，你自己看啊，翻多以后获利是不是100多，对不对？190，对不对？200，对不对？今天一早是不是300？最后呢，又是400多点的行情嘛。所以从12月4号 AI 程式两趟的多，第一趟452多200点，高档震荡拉回611再多，到今天呢，400多点送分题啊！一趟200，一趟400，两趟是不是600点？很清楚，AI 程式到现在还在多，法人心态还在多，所以这就是我跟大家讲的嘛。啊，你做指数，你绝对要掌握波段嘛，30分可以掌握波段嘛，对不对？12月4号多200，12月11号多到今天400，获利都写在这里了，两趟是不是600？是不是清清楚楚、明确的方向？这两趟你会被嘎空吗？哦，所以我一再强调专业工具的重要性啊！哦，所以 AI 程式的用户，从12月份以来，两趟，一趟200、400，两趟600点，这不送分题吗？再来短线操作，今天一早有没有？我讲 AI 短冲。
每天五十点，对不对？掌握五十点的波动嘛。今天一早 AI 城市 ，AI 城市一早9:04，11961再翻多来，啊、哦，来到今天12月17号嘛，9:04961翻多来，亲眼看一下 AI 短冲11961翻多，时间都有啊，导播拉近一点，是不是9:04？今天一开盘9:04961翻多，清清楚楚嘛。那我们手机 APP 的程式来 APP 都拉远，它是不是一早在970附近翻多？是不是一多啊？是不是一早970附近翻多，一上来到了尾盘多少？12102，你看多少点？所以今天 AI 程式一早9:04961翻多，对不对？那手机的 APP 对不对？也是在970附近翻多，一上来一多上来，你看是不是白点？这都完全不要你去猜，就你跟紧 AI 程式的工具嘛，明确方向，对不对？啊、哦，今天上来有没有五十点？是不是教你白点？连手机 APP 的，你看在970附近翻多。你都很清楚嘛，一多上来应该一红到底白点的，今天又是帮你掌握到白点的行情哦。那我们30分 K 的话，尤其喜欢做波段的，对不对？波段啊，两三百点、三四百点倍数的行情，你一定要拥有 AI 程式30分 K， 你才能掌握波段嘛。懂吗？导播再拉近一点，12月4号430是不是一多上来？第一趟200点，震荡11号再多，到今天一多上来，获利多少？全部自己，请自己用眼睛看啊，这都不是我写的哈、啊，这是 AI 程式固定设定好的程式嘛，啊，到今天，从6月11号的多，对不对？从12月11号的多，那到今天上来获利。又是400点的行情帮你掌握，所以一再强调啊，尤其喜欢指数掌握大波段获利的，你一定要想尽办法，好不好？拥有 AI 程式，啊，你30分 K 专门掌握倍数波段的获利，对不对？明确方向嘛，啊，两趟很清楚，啊，都不要你去猜。12月份以来，第一趟200点，震荡一下；第二趟400点，获利都会自动计算的，获利都会自动计算的，对吧？第一趟的获利，你自己看，第一趟获利是不是200？这里震荡拉回来再翻多，第二趟获利到今天400，两趟是不是600？12月份以来两趟翻多，是不是送你600点的行情？就这么简单啊！所以我一直在强调，今天你没有专业的工具，你的操作是很困难的，对不对？你多空搞不清楚嘛。好，希望大家啊都拥有 AI 程式这样好的专业的工具啊，才能帮助你，最起码不要做错方向嘛，对不对？你12月初4号你会放空吗？这里震荡拉回来，你会从11号又一直空到今天吗？不会嘛，翻红就做多，拉回再翻红再做多，到今天400点。好，股票看一下啊，赚钱只有一条路，买主流嘛，买主流嘛，啊，12月4号拉回来，我跟你讲买什么，对吧？今年错过稳茂、世星涨3倍的。大涨3倍的有没有？12月4号拉回来，跟你讲什么？重压什么？啊？12月4号拉回来，叫你重压什么？是不是玉军光？有没有？有没有？当天玉军光是不是在400附近？重压？为什么重压？啊？当天玉军光在哪？12月4号，自己看一下嘛。
是不是最低还397？那为什么要重压？道理我也讲了嘛，苹果光学，苹果今年的镜头手机都是双镜头而已啊，明年全部是四个镜头起跳，是不是倍数？好，那除了倍数以外，再来就是说，以前玉晶光它只能接到苹果前置镜头，哦，那大家知道前置镜头是自拍嘛，那自拍的话术都比较低，那真正高话术高单价是后置镜头，那所以过去后置镜头都是大力光，对吧，一个人独享嘛，所以大力光的 EPS 都是几百块的，对不对啊，获利都好得不得了，你只有它达到后置镜头苹果所要求的认证的一个水准嘛，所以大力光多少，对不对，是不是4-5千块？那玉晶光多少，是不是300多400？那我跟你讲今年不一样了，今年已经完全不一样了，那玉晶光今年已经正式的打入苹果后置镜头的供应链，这很可怕啊，脱胎换骨，那表示后置镜头这个这一块高画素高单价的高获利的玉晶光也拿得到，表示它的水准认证了嘛。在最重要第三季的获利我一再强调就在这里，第三季营收不仅创新高，获利暴增3.7倍，所以从12月4号玉晶光在400附近，我就送你三个字嘛，大行情，大，这绝对是爆发的。结果呢，上了100 440 450随便买随便赚啊，470告诉你没完没了，480 490今天呢好好看看啊，两个礼拜不到的时间，所有听我话全国投资人，玉晶光我让你赚多少吗，啊，从400今天呢523呢，天天涨不停啊，这玉晶光涨完了没有，我只能很明确的告诉你它产业的趋势怎样，向上成长没有改变吗，产业向上爆发成长趋势没有改变吗？光学镜头绝对是明年最具爆发的一个产业嘛，对不对？今年都是两镜头，明年四镜头起跳，甚至华为，甚至小米，甚至三星，还七镜头，甚至所有的车用电子，对吧？环绕环境影像，那多少镜头？所以我跟你讲，明年在5G 时代，那光学镜头大放异彩，好不好？所以玉晶光这个地方，你不要以为涨完了啊！恭喜大家，短短半个月，10张就是100多万送给你啊，5张就是60万嘛。再来，今年送给大家四星，大家也看了，涨3倍。那我在10月份呢，10月25号来全国投资人。10月25号，所有加入我 LINE 的导播拉进去。10月25号礼拜五一早9:14，我跟你分享什么？联发科哎，10月25号哎，我告诉你，联发科 AI 城市还是多嘛，还在多嘛。那当天联发科多少？379。10月25号，联发科在这里啊。10月25号在这里啊。哦，在这里啊，全投资。哦，张老师跟你讲股票，我都不是等飞了再讲啊。10月25号，自己看一下，联发科还在这里嘛？当天收盘多少？379。我跟你讲，联发科要喷呐、啊！我这里震荡整理之后会再创新高。10月25号，来去看我的 LINE。10月25号，所有加入 LINE 的同学来导播。10月25号，跟你分享联发科嘛，对不对？
跟 5G 商机爆发，股价持续嘛，目标价叫你赶快来电查询，当天379，当天还在这。今天联发科呢，自己看一下有没有再度印证啊。11月20号跟你预告联发科，哎 ，AI 城市筹码持续多啊，当天379，今天呢又快涨到90块了，我跟你讲，对不对？今天再创新高，一样嘛，联发科5G 晶片的嘛，是不是？5G AI 晶片嘛，你错过四星，怎么能错过联发科呢？联发科怎么可能不涨呢？那它现在晶片5G 晶片的水准技术已经不输 Intel 高通了，甚至已经正式拿到华为的订单了，啊、哦！所以5G 的话，5G 晶片联发科真的会大放异彩，跟郁金光一样，啊，技术水准整个拉上来了，好吧？联发科会涨到哪啊？从三字头、四字头送你的郁金光，对不对？11月份才300多，今天500，那从300多送你的联发科，你告诉我，啊，已经400多了，哈哈，接下来呢，五字头什么时候会到？好不好？这你都要了解，产业趋势没有改变。再来跟你讲被动元件，我们锁定的奇迹在线嘛，从九字头一样给你发动，向上发动。今天呢，自己看一下，你回答我有没有创新高就好了，有没有创新高嘛？啊，也跟你讲被动元件，明年整个需求也是50%以上的一个增加嘛，所以5G 明年正式这个元年来了哈，会带动很多产业，所以这个地方你不要去担心指数问题，你要担心股票有没有买对嘛？你买对郁金光，你看一个礼拜赚多少，啊？对不对？这两个礼拜你买对郁金光，你看你赚多少了？买对就好了，好不好？那今天也是一样，被动元件奇迹在线再创新高。再来，我跟你讲，明年一个很重要的族群，记忆体嘛。那5G 的速率是 4G 的数十倍嘛，所以它相对的记忆体容量要增加很大，也是最少50%以上起跳啊。那群星会也是一再提醒你，10月营收大增30%，创单月历史新高，股价也是从200多一再提醒你啊。啊，今天有没有创新高啊？对吧？200多，308，今天呢？319，啊，很快要创新高了。所以你不要担心，会飙涨的股票，我会带你一档接着一档去布局，对不对？你不要说指数涨多你就不敢买，那不敢买，你买的股票要赚钱吗？11月份以来，你买，对不对？你买到稳茂不是不好吗？340，今天300，你11月份听我的话买郁金光，300多，今天500，所以现阶段很多股票你要买对，啊、哦，买对才有这种爆发的这种获利嘛。你看短短半个月郁金光赚多少，所以恭喜这两个礼拜所有听我话的啊、哦，不管你上礼拜买在400几，今天你通通是对吧？赚翻了嘛，好不好？欢迎大家啊，操盘大师178的计划啊，一起发。那不论标股，好不好？那程式、软体加电脑加专业教学啊，我们有软体加电脑再搭配，好不好？定时的一个专业教学，操盘大师178计划，欢迎大家跟着我们掌握大波段一个获利的行情。
信投顾，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诚信专业负责，引领您投资市场，反败为胜，蓄积财富。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华信投顾02-239-239-88，02-239-239-88。华信投顾，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诚信专业负责，引领您投资市场，反败为胜，蓄积财富。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华信投顾02-239-239-88，02-239-239-88。华信投顾，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诚信专业负责，引领您投资市场，反败为胜，蓄积财富。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华信投顾02-239-239-88，02-239-239-88。车祸现场拍照录影五原则：车祸发生无人受伤或死亡，汽车尚能行驶，应尽速拍照后将汽车移至路边。一、全程注意安全；二、在事故地点后方适当距离处放置车辆故障标志；三、拍摄全景记录车辆终止位置，以标线为参考基准，将周边固定设施如标志、号志等一并摄入；四、拍摄碰撞点、车损部位及掉落物等基证；五、避免二次交通事故及拥塞，应尽速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之安全地点。人没事，车能动，自行拍照，尽快移至车辆就对了。好，指数操作，我奉劝他真的不要用猜啊！我知道这一波很多人跟错老师啊，对吧？从1450一路放空，天天放空，到今天你被嘎了600点呢，你对吧？明天就要结算，你又惨了。那你跟着 AI 程式是不是很清楚？明确、明确、明确方向。我讲波段趋势30分 K 嘛，从12月4号怎么跟你讲的啊？杀到450附近翻多，来，穷同志，从12月4号怎么跟你讲的？跌到450附近是不是翻多？来，全国同自己看一下嘛，导播拉近一点。跌到439是不是翻多？你会去放空吗？450从12月4号下来，12月4号翻多第一趟，你看看获利多少？获利多少点？获利多少点？自己看，200多点。你放空是不是先赔200点？然后震荡几天以后，到了12月11号，再翻多，有没有？再翻多，啊，回跌到1600附近，再翻多，到今天获利多少点？到今天获利多少点？这一趟又是400点的行情嘛？最爱城市从12月初4号翻多200点，11号翻多，到今天400点，都会帮你计算在这里，你不会做错嘛？好不好？你怎么跟？对，我今天看到一个投资人，他跟着老师从450天天放空，每天空，到今天已经惨嘎600点，一口赔12万，那很可怜的。那何必呢？哦，你把 AI 城市带回去多少钱？对不对？多少钱？啊，绝对有这个代价，好不好 ？AI 城市欢迎，想操作成为赢家，你要有专业的工具啊。那股票呢？这个地方我们讲过嘛，重压主流嘛，对不对？重压主流嘛，啊，从11月4号450，苦口婆心玉金光哎，光学400、440、450、470、480、490，今天自己看已经多少了，10张120万，错过玉金光的对不对？四星大涨3倍，我们10月25号在赖的同学通通有，10月25号赖特别跟你分享。联发科啊，持续上攻啊，当天还在379哎，收盘379哎，收盘379有没有攻？啊，10月25号跟你讲的话有没有印证？今天再创新高哦，五字头什么时候来？五字头什么时候来？啊，问问自己啊，奇迹在线今天有没有创新高？奇迹在线被动元件今天有没有创新高？有没有创新高？是不是涨不停？是不是涨不停？啊，群星会
记忆体，好不好？明年需求也是大增，从两百多块，今天对吧？308，今天呢319喽，明年会不会再创新高？啊，什么时候再创新高？好不好？赶紧跟上脚步，会飙涨的股票，我们都帮你锁定好了，不要自己猜。那操盘大师到你家，把 AI 程式一起带回去，好不好？两趟，12月初两趟的操作，第一趟200点，第二趟这里看一下，获利是不是400点？电脑自动计算啊，那把操盘大师带回家，一起发计划，软体搭配电脑，搭配专业教学，好不好？那你要有专业的工具，今天你才能成为赢家啊！很多东西都不能用猜的，好不好？有专业的工具，一翻两瞪眼，该多就多，该空就空，大盘会砸到哪，会嘎到哪。操盘大师到你家一起发计划，好不好？把握这样一个机会。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诚信专业负责，引领您投资市场反败为胜，蓄积财富。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华信投顾02-239-239-88，02-239-239-88。华信投顾，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诚信专业负责，引领您投资市场反败为胜，蓄积财富。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华信投顾02-239-239-88，02-239-239-88。华信投顾，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